回法国的前一天晚上 ，Ava 来到易老师这里，说要再和他学习下古筝的手法。易老师夸奖他的自学能力还不错，希望他继续加油。今天一大早，姑姑一家就来了，因为今晚我和 Ava 就要回法国了，大家中午在一起吃顿饭，热闹热闹。这样两个小姐妹也可以在一起玩玩。中午我又闹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大家准备一起出门的时候，我以为妈妈拿了钥匙，我妈妈以为 Ava 拿了钥匙，结果谁都没有拿钥匙，就把门给关上了。我妈妈急得赶紧找锁匠，就让我和姑姑他们先去餐厅了。好嘞，这是外婆去告诉我去了。好，我来帮你拿。好嘞，慢一点啊，对，你俩牵着就行。好嘞，走。我也要吃薯条，帮你买，我帮你芥蓝苗，我还没吃过嘞。芥蓝苗，尝个鲜儿。好的，我们暑假见了啊！暑假见。温差会豆棉，回豆棉，这个新鲜野菜啊，虾米欧杂。哎，好像是这个鱼好吃。方便来一小。这青菜我俩做的，是吧？这个青菜也还可以吧？这个是真蚕豆，真的粉真蚕豆。毛起锅的，毛起锅的炒哈子，是粉蒸的。过什么？赶紧要回国上学去了。对，要上学了。还要跟学校一起去旅游呢。对的，就不是暑假，就下个月四月中下旬去法国南部。不是，我们一组要跟我最好的朋友，对他要去普罗旺斯。一样。看薰衣草吧，薰衣草那个。普罗旺斯薰衣草。你给我拍点好看的给我们看啊。十月份就看薰衣草了。好了，拜拜喽，我们暑假见喽。冬天不到几天了。给我抱一下，哎呦。人容易被离别和相聚打动，主要是因为这两种感情触及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和情感，这些情感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相聚时光。也不忘珍惜眼前人。我不想走。是的吧，不想回去上学。对啊，也要上学咯。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三个月，三个月开。我是孩童啊，坐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妈妈好，可拉吃了，回个吧啊！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今天这路上也是一波三折，一到天河机场托运行李的时候，接待我的是一位帅气可爱的小伙子，用一脸阳光的笑容告诉我：“您的行李超重了。”我笑了笑说：“好吧。”他很惊讶我没有一丝不悦和抱怨，之后又说：“您下段北京转巴黎的机票可能没位子了。”我当时说，我不是买好了机票，怎么会没有位子呢？这位小伙子说，让我的主管去帮您处理。要是有哪位在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可以告诉一下我们，这又是怎么样的操作呢？这时老妈和姑姑在一边就急了。我说不用急，有解决的办法的，大不了就在武汉再待一阵子不，也不是一件坏事啊。老妈说佩服我现在掌控情绪的能力。这边行李我超了2公斤，补交了280。这位女主管也帮我和 Ava 抢到了从北京到巴黎这趟飞机上的位子，而且是靠前排的位子。妈妈和姑姑终于放心了。我跟我妈说，很多时候急解决不了事情，我们应该要允许一切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发生。有时候往往在我们看来很糟糕的事情，换个角度也许是件好事。耶，是不是ici y a pas de l'ascenseur ce côté? Je vais descendre.Il est passé? Ah oui. 我们准备晚餐，惊喜哦！哇，这么大！à chaque fois qu'on fait trop petit, c'est pas
Non, mais je ne sais pas, bon, je sais pas si ça a fonctionné, moi. Ça dépend. Ça. Oui, il faudrait peut-être en couper une un peu pour voir. Plus avant. Ah ouais, la t-shirt, tellement j'avais plus de place. Et j'ai grossi de 3 kilos, ça j'en suis sûre. Ah bah oui, hein. Quand on est en vacances, on grossit toujours un petit peu. Parce qu'on peut voir c'est qui. Ah voilà.一段时间不见，这总是见面就斗嘴的表兄妹俩有说不完的话呀。龙哥和碧丽看到我们在国内的视频，很喜欢 Ava 在云南拍的民族服饰，还有所有我们吃的小吃和美食，他们都非常想尝试。那就下次有空跟我们一起去中国吧。看看我这不在家的一段时间，你们都饿成什么样子了？等我调整好时差，再来给你们做些好吃的吧。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哦。